一带一路强国梦，万水千山中国情。大家新年好！我们来自罗马尼亚克鲁日孔子学院阿拉德孔子课堂。正值新春之际，阿拉德孔子课堂的老师和学生们用一首歌向祖国人民拜年。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把信心带到每一个角落，把新年的新春带给你们和我。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我们祝你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大